怎么还有火啊？奇怪。现在就是要下去咯。这边要怎么过啊？从上面可以跳下来啊，我要把火，要灭火就对了。Oh no！ 灭的不够快。哦，我要游回去哦，不会吧？真的要游回去？唉，真的是太好笑了。奇怪，我不是有灭火吗？还是灭的不够久，因为我一直，因为我上次我刚刚灭也是一样这样，我灭到一半，我以为我灭完就还有火，啊，算了，这次有耐心一点，因为我以为它烧不会烧那么痛，原来火是那么恐怖的啊，现在知道了，所以大家也要学一下啊，火是很恐怖的东西哦，有没有被烫到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就用滚的啦，总之不要跑。嘿，知道如果全身着火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不是跑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跑的话你让火会变更大，因为火是需要吃什么，它需要吃氧气，你一跑的话呢，你就增加这个火附近的氧气。那如果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办？这样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如果是你着火，第一件事情趴下来，嘿，然后就开始滚滚滚滚滚滚，一直滚。你滚滚滚，那个火呢？因为你压在地上那一片火，它吃不到氧气，它就会它就会熄掉。这是一些基本的知识啊，所以。当然，我是建议你不要去自焚之类的。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就尽量的趴在地上滚滚滚就好了。火是吃氧气的，不要咬我。我还要再跑一次，不好意思啊，各位。有说奇怪，这个人不是刚刚烧死在里面吗？为什么他又回来了？开玩笑，我是谁啊？我有很多条命的。我不应该一直跳的。刚刚死在这边，它掉了很多石英，对不对？好，把灭火器拿回来，灭火器快用完了，应该里面还有很多啦。这样可以。你看，又来了。啊！我竟然没有了，那怎么办啊？欸，空掉了欸，为什么？电池，好，我现在是需要这个啊，急救包，好，现在还不用啊。还好，我记得他会慢慢回复。这个是出去的地方，嗯。
所以我要去哪里啊？如果不是往这边走的话，我这边来过啦。嗯，好怪啊。然后这边明明就是封死的，或者现在又是开的啦。那我过来这边是，我现在跳下去我就到水里面了。嗯，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子的。我存一下，然后再读档。我再回到后面。欸，好奇怪哦！我记得刚刚不是长得不是像这样啊，还是他读档错误，有时候会这样。因为这游戏还没有正式的完成啊，它还算是，它是叫做 Early Access， 对啊，先让你玩一下看看的。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就会有那个了，然后不是站在火里面，我站在火里面就好笑了。快一点啊！真的，然后我记得我要从这里面电源不是这个，下载资料代码，生活必需东西，拓山大佬是1454。有什么可以 scan 的呢？耶，食物，耶，水。我需要灭火器，我的灭火器用完了，用完灭火器应该是可以丢的啦。水，好恐怖的声音哦！很特别的是，我这里面一个尸体都没有看到，应该有很多尸体的才对。虽然我其实我也不想要看那么多尸体啊，但是瞬间这个游戏变成了恐怖的游戏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去扫描的了吧？那我要下去喽。我不应该喝水的，算了，就这样吧。食物，我现在目的是要找哦，有这个东西。嗯，死了吗？希望是死了。哇，好多水啊！这次来这一趟真的是拿超多水的。这要维修。现在有什么好东西？有吗？有什么好东西吗？有点暗哦。哦，电池哦，这是那个好像是海鹅的东西。海鹅，我不需要这个。
属控室。可是我需要那个，我需。要买哦，这在哪里？在哪里？给我过来，在那边，在那边。烦了，为什么扛不到他？死了吗？死了，死了！哦，痛死我了！那么小只，为什么伤害那么大？快点，快点，快点哦！砰！我需要这个，这种电池。哦，这种。都是资料，还有这个嘞，有亮亮的，哦，也是一个资料。没有东西，好暗哦。水。总之我拿到很多电池跟水还有食物。我不要再被火烧到了。这里还有灭火器吗？我需要，我应该很需要灭火器哦。哇，这是什么？哇，这是新的东西耶。深海潜水装甲 ，Oh yeah！ 看起来就是很帅的东西。上面还有一只，我可以去扫。等一下，我先看这有什么。哦，这也有一只。我还需要两个。哦。哎，不是这还挂一只哦，在这边。这好乱哦，迷宫一样。哦，这里有，这是去哪里呢？哦，又有下资料可以下载了。应该够时间吧，可以啦，100秒，一分多钟。啊！我要被砸死了！没有可以呼吸吗？没有办法。哦，这边可以呼吸。
是问题是这个密码是什么？可能刚刚有拿到，好，等一下出去。我现在不想要淹死在这里面。然后这里又有一个，所以有两个不同的密码。好，我先到水面上，我怕被淹死。看一下啊，好好的提议，1869。就只有这个吗？公开的视角怎样？然后这样子，那我看不到。这也没有什么救援任务，这个不是啊。操作日志，这个也没有，也没有。总之，我现在目前是要找数字，数字，数字。对，我需要1869，记起来1869，不知道是不是这个1454，先看1454可不可以用1869，1454，1869好像是生活餐的嘛，这个好像不是生活餐，看一下1454，哦，是1869，也不是，好，确定这不是啊。然后一个好奇，这个门可以过吗？让我上去，谢谢。嗯，很明显不行。那我来这边干什么？浪费时间。1454，好，试试看1454。1454，没有。18669，也不是，奇怪了，都不是的话，这一定有一个密码。好，我晚一点再回，如果找到密码再回来。因为这里也没有密码，我刚刚抽的这个，对啊。这就从这边回去嘛，对啊。可是我现在还蛮需要那个那叫什么灭火器的哎，因为刚刚那边有很大的火，如果没有灭火器，应该过不去。哦，生活室可能就在这里。给我灭火器啊！给我灭火器好吗？这其实还蛮好用的啦。所以我是现在不需要，我要是灭火器。哦，这个，耶、yeah, ！我有床可以睡觉了。这是什么、啊？这是椅子吗？长凳。这个可以拿。这边什么都没有。电池。哦，这个是什么资料？没有，没有，拿不到。这个拿，对吧？我会去敲敲。哎，为什么都没有灭火器啊？我需要灭火器，我需要灭火器，给我灭火器！我想要进去看里面有什么。
这个嘞，哦，这也可以，耶、yeah, ！我有贩卖机了。哦，灭火器 ，yes， 这就是我要的灭火器。哦，可以让我进来吗？我想喝酒，可以让我喝点酒吗？有灭火器就好了，耶！灭火器，灭火器，我需要喝点水。好，差点被烫死。这有锁，所以这一定又是1868的吧？1869啊，对，开门，谢谢。这是什么？哦，这是什么、啊？娃娃吗？我刚拿什么玩具？我拿玩具干什么？好，算了，有就有。帽子，那我可以戴帽子吗？啊，真是，我不知道拿这些干什么。手术有哦，这张床也可以扫。还有什么我可以扫的？哦，这个也可以扫。Oh yeah！ 还有什么可以扫的呢？快点哦，我要离开喽！这舰长的房间啊，1869，不是？哦，那看一下啊，合法关系的记录不是？不要这个，公开资料。自制什么机关号？这个也不需要。1869，唉，1454，还有好多密码哦，好烦哦。没有其他的了吗？设备这个也不是啊。科技，我需要的是代码。对啊，又不是1454，那让我进去，我想知道你里面藏着什么。然后刚刚有一间只有火的房间，我进不去，就是这间吧。空的，我不需要水了。有吗？有密码吗？都没有啊。我不需要这些，我需要的是密码。这里是空的，这里是空的。我的背包已经满了，没有啊，吃一个好了。我这样可以超过，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喝吃超过的。压力。好啦，可能密码都不在这边啊，暂时都不在这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要去另外一边了。今天都来过了，真恐怖。可是我还需要那个啊，我还差哦，还有这个，这个要扫，忘记了，不要离开我，扫。嗯哼，耶、yeah, ，完成了。好，我要去另外一边了。另外一边全部都是火。这里吧。嗯。先存个档好吧，我怕我待会又挂掉。
看到吗？就是这里，我来这边修东西了。Near blueprint acquired. Warning: local radiation at maximum tolerable level. Containment breach repaired. Further breaches detected. 我还要需要修几个？再几个就好了。Containment breach repaired. Further breaches detected. 好，现在我应该换成这个。因为其他人好像都在水里面了嘛，修理。Containment breach repaired. Further breaches detected. 哎呦，这里。Containment breach repaired. Further breaches detected. 都可以用那个的话更严重。Containment breach repaired. Further breaches detected. 咦 ？Containment breach repaired. Further breaches. 我看到那只鱼了，那是讨厌的鱼来了。滚啊！烦死了！为什么在那个这叫什么辐射能那么大的地方，他们还可以活啊？不然，除非是他们本身就吃辐射能的。又来一只 ，Hello。烦啊、喔！还不要了吗？谢谢。应该都死了吧？我重点是要把这個修好，可以让我修好它吗？哦，我要呼吸。哦，那我怎么跳上来了？这是什么？为什么会突然跳上来？还要一个，最后一个了，耶！成功了，我修好了，啊，任务结束。你代表我可不用再穿这种讨厌的衣服了。Drive core breach sealed. Radiation levels decreasing.嗯、烦死了。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吸血虫，你还真的吸了很多血。好啦，反正时间也到了，我们本来是要在这边想要看有什么密码，为什么上不来？想要看有什么密码，为什么上不去？好，本来想要看有什么密码我可以找的，可是结果我没有找到密码。下次再看看吧，我先补个血好了。好啦，那就先这样咯，拜拜。